机关人员以上个月自由发言时间来表示讲，洪城这清关一号七月份开始将改作为自费，伊表示讲无都来接收，因为健保给付甲这自费价差是差着千外块，政府应该顾及着较真正的心情，好好来思考。那你外口买一罐爱千五块，结果我私信呢去中医诊所，才一百块俩，一百块就去一百块里挂号，挂号费啦，挂号费。一起来这十包，爱这时呢，规个网络，规个卫生部咧开会，讲七月份，十三岁到六十四岁，主要去中医诊所挂号，你也要清关以后来处理，原来咁着。因为新局长是表示讲，目前这个政策在研议当中，并无正式来公布，是不是公布，搁来做着了解？因为健保支付感觉五分到这时候领一两亿去啊，安尼伊就几乎不能赚袂了。其实也是有内容，要执行个小事情啦。一两亿也是我代志。咱治疗话话。张忠林上个在家讲个，并在研议啊，是七月份啦。伊市长嘛表示讲，将会透过着即个台南市即个立委来向着中央做着反映，希望会当徛在民众的立场来做着思考。对对，百姓有疗效的话，无需要甲动这啦。啊，无疗效，甚物只？我著甲中央建议这吼，啊，你头仔讲的讲，咱联合咱台南市的即个立委，即个立委，有哪个立委，你来建议一下。对啦。南天新闻台以上记者蔡宏报道。